我现在不需要你帮我降低心跳值。谢谢岳总收留，我之前可能错怪你了，你是个可靠的人。我只是想降低心跳值，又不是女流氓。为表感谢，特送种子，希望可以帮助您解压。为什么他们叫大忙二忙，你叫小明呢？庄严，你要的小雏菊。谢谢。艾米，今天射手座的幸运色是黄色。那这个向日葵，希望他今天可以给我满满的桃花运。松松哥，你要的百合。该来的早晚会来，同事们再见。姓徐，岳总叫你。好。岳总没有叫我吗？岳总，你找我。这样，待会董事会你一起参加。我去。嗯。但是我好像除了倒咖啡，其他什么忙也帮不上啊。专业的事情呢，我负责，你只需要在就好了。别动，领带歪了。好了，走吧。虽然目前珠宝行业的竞争也是非常的大，但是我们乐奇珠宝上一个季度依然取得了傲人的成绩。从我担任 CEO 之后，会着重提升乐奇珠宝的创新设计，从选材到工艺，都会让乐奇珠宝的形象和品质有质的飞跃。谢谢大家。另外，岳总，您那边一共签了十几个设计师，我的项目款已经付了出去，可是我直到现在都没有看到一份设计稿，我想请你解释一下，这是为什么？设计师嘛，都需要灵感，我们要给出他们充足的创作时间。这样才能收获更好的作品嘛。目前我们的创作已经接近尾声，各位拭目以待。岳正熙，我采用的是多发性创作，不像你只手负撑一个人。对了，负撑呢去哪儿了？你看看我啊，都忘记恭喜岳总了，心疼了。是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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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陈轩，帮我拿个蛋糕。怎么了，妹妹？谢谢大家的关心，
傅生被我派去南非采购维尼蒂亚钻石了。我们有新的系列想要开发，关于宣传策略还有开发节点，我已经发到各位的邮箱了，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。如果没有什么异议的话，我们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。出事了！啊，哎呀，反正没有人帮我们了，没有人帮他呀，谁能帮忙？那我帮他吧。那就拜托你了。记住，岳总每天早上要喝一杯黑咖啡，一定是最苦的那种。如果他出汗需要糖分呢，你还要准备蛋糕和糖果。当然了，如果他的身体持续都不好的话，你还要准备棉被。岳总的身体状况非常虚弱，即便是酷暑他也会感觉很冷。这不属于我的工作范畴啊。不属于。岳总失眠非常严重，经常几天几夜都睡不着觉，而这个时候你我想办法让他入睡。岳总的脾气你也知道，如果他心情不好的话啊，不会让全公司都生灵涂炭。哎呀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该走了。哦，对了，看我太激动了，这个呀还有很多注意事项在里面，你好好看一下。这几天辛苦你了，再见。庄爷。明明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样子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傅辰，你到底跑哪儿去了？你明明知道为了这场婚礼我设计了多久，这场婚礼对我有多重要，你就这么一声不吭的你就跑走了，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收拾这些烂摊子。下个月就要珠宝展了，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要跟我一起参加，就当我求求你了行不行？你赶紧回来吧好吗？在婚礼上被抛弃还要假装没事一样处理一切，他一定很难过吧。找个咖啡，兑后牛奶，养胃。我这还有盆神奇的小花，你可以对它许愿，很灵道。比如祈祷心爱的人早点回来。你刚刚偷听我说话了？我不是故意的，只是怕你难过，想让你开心一点。你真的想让我开心吗？那过来给我抱一下。不行。就当是看在我失去爱人这么难过的份上，安慰一下都不行吗？你已经结婚了，还是要多注意一点。
我设计的。我想作为咱们家下半年的主打款，如果卖得好的话，也给我们联合 CEO 当老板。正好啊，可以帮我们郑希分担分担工作。你学过一天设计吗？真是随波旦夕。刘正希，你在这阴阳怪气什么呢？会不会说人话？你以为公司是你一个人的吗？岳正谈，今年2021年了，你在公司这五年你都干了些什么？除了窜一些不靠谱的项目坑公司钱，你还会干什么？要不是因为你姓岳，你根本没资格待在公司。他是你哥哥，怎么说话呀、啊？我要是不在这儿，你是不是连他都不认了？这个世界上除了珠宝 CEO 还有家人。家人，家人，一个连自己亲生女儿的婚礼都不参加的父亲，您现在跟我说您是我的家人？爸，他那个婚礼根本就是假的，他跟那个傅辰一点关系没有。对，是假的，我骗了你，我也骗了您，我骗了全世界，但是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您的珠宝公司。我吃饱了，你们吃吧。你看哪还有一个做哥哥的样子。他呀，一天天不跟我较劲就行了，还保护我呢。如果我不在了，你们俩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。我希望你啊，拿出一个当哥哥的样子，不要让我失望。您的意思是说，让我靠自己的实力拿下 CEO， 当一个好哥哥？爸，我不会让您失望。您吃。为什么每次都是这样？只要一回家，什么都是我的错。现在立刻到我家来。